今天超紧张。今天要去哪？这时候是我要睡觉的时候。今天要去中部阿里山。耶！我的第一次日出就献给节目了。谢谢你哦，因为我超级想看日出。我也想看日出。我有一次跟我妹要去看日出，然后提早一个多小时出门，然后结果找不到看日出的地方，然后骑到一半我就很紧张，因为天越来越暗，然后骑到一半太阳就出来了。欢迎参加我的日出旅行团，啊、送你小礼物。哇，这次都还没有带防晒哎，因为你的防晒都过期了，不要再用了，送你新的。这个超好用的，我去日本的时候会补货。赞呢，但是我没有用过这一款的。这是新的，新的。感谢。第二个我有免费的礼物，你有没有很开心？我很开心。好爽。欢迎来到我是前阵子才跟你说，希望厂商。真的，真的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们一人三罐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那个客户是闹着玩的粉丝，他一人送我13罐。为什么？客户不是我粉丝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户外咖吗？你不是送一家，我地址到时候寄给你。可以直接菜用吗？当然，我很期待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是海边什么也可以用。没错，不是我很不爱擦防晒，是很多地方不能不适合擦防晒，可是他们的新成分是可以在海边也可以用。好了，你赶快化妆啊！那么久没上班，美美的好吗？好好化妆。我没有上班，你知道大家一直私讯我，一直觉得说我去哪了。你现在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还好，跟防晒很重要。而且防晒很重要，你还好。你说你想哭，为什么？该来的。总是得来，逃不过。好开心啊！你知道我上一班去那个蓝屿大叔团，大家试一下这边聊，说还好，你看女生没有跟来，不然的话蓝屿就是全台第一道曙光。这些女生什么虫子牛奶一定吵着说要拍日出，我们说对啊，不用拍日出耶。最后我还不是来了，来到阿里山去看日出，逃不过。是我陪你看夜景，这次你陪我看日出，我们刚刚好啊，刚刚好合理而已。对啊，合理合理。夜景还夜景，怎么会是夜景还日出呢？日出，我就是要看日出。大家以为阿里山只有阿里山跟奋起湖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前往阿里山的路上很多漂亮的景点，跟我这一团就对了。耶！你不说我还以为只有便当呢。的人真的都以为阿里山就是从嘉义市区出发，奋起湖阿里山就没了。对，哎，错了错了，那个算是外围，对不对？奋起湖它就是比较大的点。还有看神木吗？当然，我们看很多神木。其实我也很想看，因为小时候啊，我爸、他跟朋友就有来阿里山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，家里三个小孩只能带一个小孩去，真的啊。然后那要猜拳吗？不用。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是比较疼女儿嘛，爸爸比较疼女儿，所以就带我妹去。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很羡慕，然后我有看他们拍那个照片，还有在神木旁边合照干嘛什么的，我爸抱着他什么的。小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好羡慕。你这次带三个女儿，对啊，全部的人都羡慕你，三个女儿长超漂亮。好可怜哦，我都觉得是好久好久，所以这他们也算是民国年初的时候，但是有这次的阿里山之旅，要感谢我们的长腿叔叔，谢谢长腿叔叔，加力宝阿里防晒，跟你们说太重要了，夏天出游一定要擦防晒。但是呢，因为呢部分的防晒比较不环保，阿里防晒啊，在2022年全面改成海洋友善配方。给你们看啊，它包装上啊，这边就有写
是海洋友善的，符合部分国家地区的规定。然后呢，除了它整个包装很有质感之外呢，它这个也是纸的，不是像以前塑胶的，然后里面有壳什么的，所以它完完全全整个包装都可以回收，我觉得超赞，因为我买东西一定会选可以回收，真的好适合你哦。现在就要来擦，使用前要先摇一摇，你不要一直笑它，不要再讲了。怎么摇？怎么摇？重新摇，这样摇，怎么摇都可以啦。它的质地是比较像乳液这种，它很好推开，真的超级好推开，我真的很惊讶。我常做户外活动，然后我都擦那种超隔的，非常非常黏的那种，真的很不舒服。这超好推的，就是平常的那种可能是这样会一直黏黏，可是你现在看，真的它是干爽的，而且它是脸还有身体都可以用，而且它是PA 加加加加，然后50，所以它是最高系数，防水防汗。非常适合，对，很适合上山下海。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一定要防晒，因为不是只是防晒黑，防抗老，防抗老，就是在讲你。你看以前上的班，这就是不防晒的人，你就要去打医美，请你好好防晒好吗？来，赶快送去阿里防晒。耶，谢谢你，谢谢阿里。哎，因为他名字叫阿里，所以我们这集要去阿里山。对，是你怎么还撒谎我？男生也是要防晒的啊。像我们在台北，空气污染其实很严重，你擦防晒不只是要隔离太阳，你其实要隔离这些空气污染，这些 PM2.5 这些悬浮粒子。平常你用防晒，因为它那么油，可能要用什么卸妆乳，这个你只要用一般的洗面乳就可以把它洗掉了。真的、哦，真的很方便哎，把它涂起来，脖子、耳后都要涂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太阳真的太毒。爱不爱地球？我爱地球啊，所以我不涂啊，我都不涂。没有，那你就不可以涂这个了。可是这样你就没有爱你自己的皮肤啊。那你现在用阿里防晒，你不只可以爱自己，也可以爱地球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阿里防晒，给我一个爱自己又爱地球的机会。谢谢你，我爱你哦。我也爱你哦，长腿叔叔。第一站要带大家去小万里长城。耶、yeah, ，好想去啊！是懒人的小万里长城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我要考虑你三个其他团员的。你们认真一点好不好？非常了解我们努力的双臂，真的好废哦！不行，我们要加油。听说那边很美，我也很期待。我也很期待小万里长城。哇！晕车是值得的，好漂亮、啊！你看那个晕车的还好吗？他在抠岩石。他撞一群花椒虾，好好看啊！哇，真的很疗愈，是不是？而且夏天很适合来，因为山上超级凉，而且夜景应该超美的。有夜景，不好意思，这次是日出团。超级清新，我帮你们拍好不好？好。刚好四个女主持人，其中一个在那边等你们了。好，在那边。这个阿姨，太清白了。哇，Jessica 这样好漂亮哦。Jessica 好适合这里。是啊，山里的孩子。刚刚小 P 说一件很狂的话，他说我其实很喜欢大自然的，只是我不喜欢晒太阳而已。其实我们没有不喜欢运动，我们只是不想要太累。我不是不想要运动，我只是不想要太累而已。你们感受这个风，不要再讲脏话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两台空拍机，到底是哪一台啊？前面一台，后面一台。这台才是我们，因为它对准我们，肯定是我们的。你确定？不是看我们帅，看我们好起来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哦，乱回。她老公空拍机子拍我，她回家要生气了。阿贝，阿贝，回来哟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步道啊，你可以看到森林的景致跟茶园的景致，而且短短800公尺，网友说其实只要走一半，最精华的景致就在前半段，其实不用走完。对，因为这边是高的，它不是往上走，所以其实刚刚那边景是最好的。你现在在找借口，对对对，不想要走完全程，不是你找借口。你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刚好我的身高树就遮住景色了，所以不需要，差不多从这边在往返。哎，这边也不到一半，才三分之一而已，好不好？其实好像是真的，因为下面都被树挡。自己看这边看不到茶园、啊，所以这边已经是最漂亮的，好像是这样哎，真的很像国外，不用滤镜就很漂亮。他喜欢来户外，只要不要晒太阳就好。但还好我们有防晒乳，没错。嗨，请问你们有走到最下面吗？我们下面的，哦，下面漂亮吗？
还好是步道。哦，又漂亮，对不对？听到关键字了。如果你要还好就是步道。漂亮。不用走了，不用走了。步道下去是下坡不累，可是还是还蛮累的。哦。对啊。要听网友讲的，还有山友讲的。对，走过这一段讲的。刚刚上来都快喘死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松了一口气啊。你真的好漂亮。这里拍照，我网友就以为说我们很千辛万苦来到这边，但其实没有。很青春哎、欸。三。我回村了。不要扭来扭去，脚在那边干嘛？我今天还带微醺的班。真的哎，微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？还要半年。没关系，微醺，我帮你顶住。我帮你比较轻松。我不舒服。你二姐啦？不会叫姐啊。放尊重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哇塞，好职业的笑容啊！看像那淘宝那个人哦。对，拍照。换，换，换，来换你了，换你了。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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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。揍他！拜托揍他！跟他们跟那么久了，就那几招，我也差不多都会了。这个天空真的美到像假的，你看它真的。这什么绝佳的景色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不用用滤镜。哎呀，等一下把这个人 P 掉，怎么有一个人挡在这？说我？啊、你再看你，这什么资本主义的笑容？闭嘴！请给我一个资本主义的笑容。资本主义的笑容。不是，你的笑容，难怪你接不到业配了。他那个是要去做医美的笑容吧？脸颊都下垂了，可以吧？懒惰的人这个步道，我觉得非常可以。我跟你讲，并不是所有美景都一定要前面很辛苦，我们轻轻松松的也可以看。你不要再发表这种言论了。我知道有一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。这个平台好像也很美。哇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干嘛走？不用努力也可以得到甜美的果实啊！不用走啊，来这个平台就可以嘞。对啊，为什么刚刚不在这边走？这什么废物言论？我要奋起舞，各位乘客啊，奋起舞蹈喽！醒醒醒醒，嗯，是的吗？好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！哦，他天哪，真的超晕的！警告各位会晕车的同学，不要试了。啊，不要！这是晕车全记录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那边就是奋起湖车站了。一般观光客基本上到奋起湖就会停了，因为灵魂已经出窍了。但是我这次让你们坐一小段30分钟，我们去现在森林铁路的最后一站。而且是不是一天只有一班车可以到那边？对，很期待。以前都是载木头的，对，现在都载我们这些朽木。是啊，哎，朽木是我们是怪木，我们价值连城。每天一班11:30从奋起湖出发到十字路站是最后一站。各位，你们看这票有多可爱？嗯，真的耶。森林系，而且呢，因为如果你要从嘉义市区坐上来奋起湖，其实票非常非常难订，你可能要2-3个礼拜前。我刚刚正想问这个问题，很难订，坐上来其实也要快3个小时。所以我们这次推荐大家从奋起湖到十字路，因为很多人就是从嘉义坐到奋起湖就下车了，所以从奋起湖到十字路其实很好订，然后也没有人。推荐大家，如果你想只想坐体验一小段，就是这样坐。来了。小火车，哇哇哇哇！梦寐以求，梦寐以求，终于可以坐了。哎，我们平常都只有跟他合照。对啊。哇，好可爱哦。最主要因为他的造型太勾趣了，很像那种游乐园里面的游园车。好复古哦。哎，超多人的，难怪买不到票，一路上来的都是满的。今天要来征服你了。哇哇。没人呢，帅包车。真的很刺激。对啊，哦，我们是这样子对坐的，可爱呀，很棒，而且它超级小，好可爱呀，超可爱，超可爱。火车的声音，而且是古老的铁道的声音。它这个火车行进的声音蛮疗愈的，这样子很有小时候的感觉。对，它这种低频噪音，听着听着会很想睡。想睡觉，哇，有可以睡。
尺而已，但一路爬升到2200公尺的阿里山，最早最早，全程有47个隧道啊，你可以沿途欣赏热暖温带不同的森林，还有美丽的山谷、山脉，还有茶园。然后现在就只剩最后一站就是十字路了，以前就是在林木啊、木材啊，现在是载人，变成观光列车，好可惜哦。好像在搭乘龙猫列车哦，对，像那个电影的场景，刚刚很晕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前面有一段呢、啊，快要吐了。在这边教你们一个小 paper， 后来怎么没吐的？你一定要让自己耳朵失衡，所以我后半段，我从头到尾就拿我的手指头堵住一只耳朵，后来就真的就好了。这有科学性吗？有啊，像你坐船啊，那个船长都说，如果你真的怕晕的话，那就是拿个卫生纸，然后把那个耳朵的塞住一边，失去那个平衡，耳内平衡这就好了。真的哦？你又不早点说啊？我好孤单哦！你看这个树林，让你想到什么？想到影子传说。他还是要讲，他已经讲了三次，但我们都没理他，他还是要跟你们讲。你们懂吗？嗯，拜托，闹粉们，懂的话，下面刷一排加一。我跟你讲，一定有人最懂。小店是不是？可是有一些在整理。哎、欸，而且我觉得它很可爱，它因为它旁边两侧的建筑物离那个轨道好近哦、喔，是在平地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景象啊。现在就很冷了、欸，我觉得。很凉快、哦，我觉得正舒服。你们有去过箱根吗？箱根有一段的那个铁路跟这个也长得好像。今天午餐就帮大家安排在这个明星咖啡，吃麻油鸡腿面线，还有一些草野菜。我们是明星，没错，明星。这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就是这个，好吃。平常的时候你来可以吃点甜点、喝咖啡，但老板今天不在家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点麻油鸡腿面线。是的。那他平常其实是有这种奶油可颂，没错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还是我可以帮他冲咖啡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满满的爱嘛。看得到杂质在里面，这个就是了。超级不甜的，好好吃。你要家里煮的，很健康。嗯，它就是一点黑糖水而已，很简单。因为阿里山其实好像是产爱玉哦。没错，野生爱玉。来这边必吃。你马上拌完是什么回事？啊，不知道胃王。三芹菜烘蛋。好香。什么是三芹菜啊？三芹菜是好香。就是三芹菜，是高山上才会有的。对，三芹菜，它算是味道比较重的。等一下还会有炒这个龙须菜，对，就是这两样。哦，这个烹度，这个是不是很烫哦？很来之前最好先预约，不然老板会手忙脚乱吧。而且平常日它不一定会开，所以你最好先预约。你等一下吃一点热的，我觉得因为很久没吃东西了，比较冷。应该是，等一下吃点东西就。你是林黛玉，他说他是林黛玉，林黛玉是我，你们两个还是不是一二一三百二四吗？随时转换，
传说中的山芹菜。哎、欸，这个很香哎，味道很重，从来没吃过。对，但味跟那个菜味都好。怎么了？好重，很像那种很浓很浓香菜，但它不是那种，它是芹菜的味道，它是芹菜的味道。它菜味很重，是因为那个菜很多，非常多，满满都是那个。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本身味道就很浓了。我有一个紧急事故啊，插播，你看摄影师现在焦急的找他的空拍机啊，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刚刚开我们火车进站的时候坠落了，坠落了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黑东西怎么？大家冷静，深呼吸三次。哇！站起来一个换一个就好了。哇，这个很厉害哎！哇，你超级强的，我靠！这个颜值很高哎，超级高，这美到不行啊，这王美等级的，好香哦。还配一个蛋呢，好爽哦，超香的哎！它这碗也是没有多加调味的那种。看阿里山，就是你看，连夏天都那么凉，它冬天如果冷冷的，然后配上这个，超级棒，好吃的吧？他们家的料理都走一种就是养生，对对对对，养生路线，连麻油鸡也是哎，吃起来完全不油，好香哦！而且它酒，我觉得它应该下的蛮多的，但是它有长时间的熬煮。所以它没有酒的那种酒气，只有留下酒的那个甜味在里面。好好吃哦，它的龙须菜嫩到，这很健康。你们这酥酥酥的声音好好听哦。我们真的饿了。这跟我想象中的麻油鸡也不太一样。它的每种蛋都好好吃哦。我以为是那种重口味。对啊，怎么麻油鸡可以煮得这么清爽啊？大家来阿里山坐森林铁路小火车，不要再吃铁路便当喽，我们还有其他选择。错，你想吃铁路便当。好棒，可以上这个景，太棒！你要搬来山上，好幸福的感觉哦。也推荐大家可以从奋起湖坐30分钟的小火车来这边逛一逛，吃午餐，喝个咖啡，停留2个小时，然后再坐火车，坐1:30的火车往山下去。挺不错的，而且很老少咸宜，因为真的不用怎么走，然后可是你可以欣赏好多不一样的东西，这很浪漫的一个行程。浪漫？你觉得浪漫啊？很浪漫，就两个人一起搭个火车放松一下，然后来这里都没有什么人，而且很慢火，然后不会很浪漫的，然后两个人坐在这边喝杯咖啡。对啊，你觉得浪漫，然后你要带你妈来，然后你应该带喜欢带小孩来，所以这个行程老少咸宜，很棒哎。小字胚胎成型，大字寿终正寝都可以来。老梗，你不要说了很多次，他会讲这种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摄影师捡到他的空拍机了，太好了，鼓掌，掌声拍手。心安了，心安了。在哪里啊？耶！找到了。你看这个口气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了。对啊。呼吁一下赞助空拍机，快点！哦，好，来呼吁一下赞助空拍机哦。我们空拍机不只需要一台，为我们阵仗，我们需要多一点，麻烦了。对。这里没有要让很多人来，也没有要服务很多人，就是慢火咻咻的感觉。这边还有一个海拔牌，喜欢拍照的朋友也可以在这边拍一张哦。哇，我是一个喜欢拍照的朋友。1534啊。之前说阿里山会下雪。哦。真的哎，阿里山下雪了。以前的照片。哇，很多雪哎！你这个你不要说在阿里山，你以为是在日本的什么一个某个小山城？很像哎。头长尊吧，你看这张超像在日本的小山城，但是它后面的扛棒是槟榔，有点违和。哇，这个也很有味道哎。这个感觉是日剧时代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是日本的那个服装哦。哎，真的阿里山会下雪哦。啊，我小时候还会啊，现在不会吗？你小时候也会？对啊。有吗？有啊，是合对、啊，是合欢山玉山吧？阿里山，阿里山会下雪？啊，怪了，那我弄不在啊？可能你爸真的只有带你妹来吧？那就够啊！我爸看到这段会觉得很内疚。推荐大家阿里山行程找大芝哥包车哦，就可以跟我们一样爽爽玩哦。
刚刚说包你他的车哦，那多赚点奶粉钱哦。对，他刚加爸、啊。对对对。包车你就可以奋起湖上车，十字路下车，再坐他的车去来吉部落。里面的餐点感觉蛮时尚的，哇，彩色马铃薯，哎、欸，他们的重点怎么都跟我们不太一样？对啊，哇，你挖什么挖？因为老板娘是南非姑娘，所以这一区有一些南非的手工艺的筷子啊、汤匙啊、饭匙啊，然后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做的果酱啊、辣椒酱啊。天哪，我想要，我想要，我想要。那个茶也好喝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面包很好吃。好，好，怎么可以来到这里也可以有这种逛街的地方？我来了，这很像来到什么？有点秘密，就是小岛。你知道旅行团总会有一些动物行程。对啊，有这个很棒哎，我要买。不是最疯狂的在这。对，这个很难抢。我最推荐的要吃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买十个回去，它叫南非脆皮。然后我上次买十个，两天就吃完了。Oh my god！ 这个面包是面包的小好吃，这是什么司康吗？我要吃，我要吃司康。我刚看到每个人就是买这个，声音开始堆叠的越来越高了。哎，算位置剩几包，赶快先拿啦，不然没有。好好，你先拿，你先拿。原住民的烤肉配上西式的面包，再配上这个很像韩式的生菜。肉汁超香，多还是脆的，然后呢，这个腌的很酸，然后这个辣酱之前加下去配在一起，超好吃的。辣酱哦，不会辣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很辣。偏香偏香，这个香菇很好吃的吧？真的，很嫩很 juicy 耶。Yeah. 它跟怪味面有点。异曲同工之妙，怪味鸡，怪味鸡，怪味面，哎，它就是有酸，有辣，有麻，又蔬菜的甜，什么味道几乎都有了。但是那个辣，像你讲的，它真的比较偏麻香，但不辣，没有提味的效果。它会突然辣起来，突然这样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它是瘦肉比较多的香肠，是我喜欢的。我也是。啊，超好的。哎，它连这个猪肉吃起来都很扎实。也是硬邦邦的，你一口猪肉，然后配一口这个很甜的地瓜，好吃到爆炸！真的，这地瓜好甜哦。哎，它那个猪肉单吃很好吃哎。我刚刚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我刚刚咬到最后，它竟然有炭香味。对，就是很 juicy 很香哎。嗯。哇，它吃太多。怎么是这样？你看，它是一大块一大块大蒜在上面嘞，真的大蒜粒，对，不是大蒜奶油，哇，好大蒜，哇，哇，你看，比我们的脸都还要大，超级无敌香的，这个小姐姐，我是薄皮的，按在尾巴，薄皮好哦，对，我喜欢薄皮，哦，怎么样？好喜欢看他吃垃圾食物哦！我以为他是那种很重口味的地方，哎，可是他是没有哎，他是主要是那个乳酪的香味很出来，刚开始吃到会是那个番茄的味道，然后其实是乳酪味道就出来了。哎，它的薄皮跟我想象中的薄皮不太一样哎，因为一般的那个薄皮披萨其实会烤得比较偏硬，会有点脆脆的口感，可是我觉得它是带有一点点酥的感觉，这层外围。吃起来都是酥的，而且是空心的。哎，它连外面这层都很好吃哦，不会舍得把它丢掉，你会想要把它吃掉。嗯，他们家面包好像很强。嗯，所以它披萨会好吃。他看到自己的全部都是自己做的，所以它披萨会好吃。真的，他们面包蛮强的，有体现在他们家的披萨上面。
大蒜面包很好吃，它是软的那种，然后它的大蒜几乎吃起来还是脆的生大蒜，非常大蒜，还带一点辛辣，然后上面撒一点迷迭香。它的那个大蒜味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浓，我反而觉得它也是点缀，包香肠啊，包点肉啊什么的，哇，立刻满分。大家吃饱哦，好。然后我们今天安排一间民宿，不用让你们舟车劳顿，只要走路10分钟就可以看日出跟云海哦。明天早上4:30睡到日出前的10分钟，明天日出一定要全员到齐，知道吗？哈，你跟他说。在讲什么？哎，我们老人家都4点就起来做早操了，没？是3:30吧？3:30，对啊。3点之前就起来14了。那这些。报告导游，是团员有个疑问，您看看这样的雾，这样明天会有日出吗？难说哦。少来，不要骗团员了，这样我要退费哦。晚上雾明天就会很好看。对啊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有这种歪理。没有太阳，应该也有云海吧？哎，这个雾大到很夸张哎。嗯，这个感觉好像进入别人的梦境里面。可不可以不要大惊小怪，在上山都是这样。我这已经快看不到前面的路了。是已经看不到。太浓了。比 espresso 还浓，哇！这什么都看不到，缭绕，好酷哦！这雾都还飘一些。老板娘说明天有机会看到日出，为什么？凭他住在这么多年的经验，你不能质疑。这样的雾可以看到，真的好神奇、哦。他说很难说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栏杆就有机会了。不行，我不准这么说。我的窗户就有机会了。不行，一个人房间就可以看到了。对，明天就是要全员到齐。5:10。好。哇塞，这个雾，这群人能有机会看到日出吗？太雾了。这里很像那个欧美的一个什么恐怖片的开头。对，迷雾惊魂。然后你们住进这里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一起，然后参加一个什么东西，住在这里，不知道等一下晚上。夺魂剧。而且你看那个灯看起来是雾的，这个很像我戴眼镜吃泡面的时候，我就雾气，然后看出去就这样。以为你在戴眼镜。这刚不过就半个小时的事，对，完全没雾嘞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耶耶耶耶！赶快，他说这个降的速度很快。哇，你看山。哦。刚刚就半个小时，还是云雾缭绕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对，怎么半个变就突然？太美了，那个。上山。哎，真的。追太阳，追日落，好疯哦！快点！哎呦，有机会，赶快！有机会，你看那个树林里面的光，哇，越来越往上，有机会！好棒哦！有机会！哎，这里有个缺口，那边有阶梯呢。哎，有阶梯，下车！哇，这是云海耶！哇塞！超级美，这里超美，大家看不到，它现场超级美，而且我们这样是蛮高的，所以我们都看到云在我们的下面。哇塞，哇，很美，哇塞，哇，现在这么美，哇，变红了，这里好美哦，散掉之后就有夜景了。阿里山太美了！再次提醒大家，阿里山不止风起湖雨，阿里山森林小火车还有很多美丽的观景平台跟步道哦，是不是值得？值得！哎，真的是瞬息万变呢，山就是这样，10秒就有不一样的风景了。哇塞，那个为什么有点感动的感觉？有一点。这个平台看起来还不错看，真的有点 too late。你看它现在这个平台啊，上面都是水，然后你们现在后面是彩霞，就是一种倒影，很好看哦。所以呢，就算4点多起大雾，你就在这里等到6点才可以走，是要等到7点，等到7点才可以走，你就可以有机会看到了。因为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，也没有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我们就告诉你们，大家不要放弃希望，因为现在已经7:06了，不要放弃希望。对啊，因为刚刚真的很清澈，坚持就有，嗯，
的。即便没有阳光也是很漂亮嘛。哎呦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天哪！出发，出发，开始出。哇！哇，好有朝气的一团、啊。哎、欸，日出还没出来，怎么天空是亮的？已经出来了啦。哎、欸，已经出来了，什么？只是太阳还是？这是月亮还是太阳？你们现在在干嘛？我防晒啊，然后就太阳要出来了。对啊，洗完脸第一件事情，保湿上完就是要上防晒。但那个防晒不是涂身体就好吗？没有，涂啊，脸是全身最珍贵的一个皮肤。你看你都没读书，它这里有写 face， 这个是脸。因为早上的时候，像我们这样来不及化妆，其实这可以直接当隔离霜，妆前隔离。对，这一支是专门 for 脸的。对，脸其他的质地是会比身体的还要更细致。哎，你看，像你这个啊，早上就是要涂，因为像你这种肤色不均匀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涂了之后呢，可以整体提亮你的肤色。那像我这种皮肤比较黄的人也是。然后呢，因为女生都是很心机的嘛，早上的时候，如果你早上五点多还化妆，别人不是就会说，啊，连五点多你还化妆？不用不用化妆，你就抹一点隔离霜，真是可以当试脸，它是伪素颜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整个脸就很亮。哎，而且社长，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是没有香料的，我们不会闻到一些奇怪的香料味，对，没有什么味道哎。这个也很适合男生，就是它是抗油。抗皮脂、抗汗，然后抗摩擦，就是你戴了口罩之后，它比较不会脱掉。抗摩擦，我第一次听过，还有抗摩擦。你知道女生吼为了这个防晒哦，而且它里面有加玻尿酸，哦，就可以就比较保湿。对，可是它这个就是要卸妆。因为它有点试底的功能，你看它这样子整个就提亮它的肤色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提亮了？真的，对。你本来皮肤很这边你很暗沉，用肤色。你不要我私底下的时候你素颜，我露出来，现在就要抱怨哦。没有，素颜真的蛮美的啊。其实这样真的蛮美的啦，上个试底乳就更厉害。我觉得它这个试底乳是它上去整个人会亮一截，真的，而且其实很好推开。你看我刚用手就推开了，赞哦，不错哦。你们有一支送他好了啦，没办法啊，出来了，感觉要出来了，对。哎呦，这是所谓的屏息期待吗？哇塞，真的有光束哎！太阳公公冒出了头，像颗芒果，想咬一口。有味，有味，有味，变亮了！哇，红红红，已经张不开了，已经张不开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呦，好期待啊！好感人，期待起来！哎，小屁，你真的变瘦了哎！你腿变细了哎、欸，你之前腿比较粗。你这阵子过的是什么？没有啊，他腿变很细了。他跟我要拔智齿，拔了就死了。两个礼拜不能吃饭。哇，好美，好美哦！我还有两颗还没拔。我们比较晚熟啊。我太久没上班了，火力全开讲干话。